啊，小长跑十匹马啫，千四十只马跑。主持拣呢个三四七，三四七八啊，三四七九啊，几好成绩嘅呢只呢场赛事。五隻馬贏過，十隻馬之中有一半贏過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七。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七 ，Jenny 姐揀八號、三號、九號、一號、八號啊，川河冠區。入過 Q 嘅咧就係東方飛影，入過第三名最叻嘅咧就係線路之星，同埋川河冠區。善全萬里都入過 Q 嘅。上仗跑得好嘅咧就係七八九，所以七號咧而家就金發正勢咧就係大熱門，但 Jenny 掂都唔掂，佢要八號三號。睇先，睇啲賠率先，八號十倍。八號咧就上次第三前次第四六次賽績之中都未贏過嘅，反而贏過嘅咧就係七號、九號、三號、一號、七號、九號、三號、一號、四號係未贏過嘅。我要七號、九號，定七號、三號咧？三號上次啊，俾人問話嘅跑得唔好啊，跑第七。我買七號、三號啊，七號、三號。Jenny 姐就冇要七，有三，有九，有一。九號東方飛影啊，升班上嚟跑嘅，呢只馬都幾好，入過 Q。上次潘頓跑第一，就潘頓就唔騎，即係騎只七，咁所以我估只七號佢梗係覺得好啲啦，係咪？我揀七号、三号，到底都唔系好耐啫。咁佢同你一都夹到嘅，赢咗两 win 啊。红绿灯就系三号、七号，我揀七号、三号。主持要三胆，嗰只六号仔影住厉害了，前周俊乐赢过噶。而家希威森跑。隔晚八倍，而家十二倍，呢只就三號上次俾人問話嘅。呢個莫雷拉真係中意點跑都得。話佢甩咗口喎、啊、上次啊，咁唔甩口咪真係好叻啊！三號，美麗在先。嗱，七號咧就係、是、跑過三次呢個路程，兩個 win 一個第三，係仲未落地嘅，所以七號仔又淨係大熱門。問題就係佢連翻取勝，加咗啲分之後誒飽和未咧，就咁啊，主要係咁。二號仔健快聯盟好耐都冇上名啦，呢陣話成年幾冇上名。十號善全萬里呢只馬入過 Q 嘅，但係就係上次第八前次十三。蔡明少啊，十号仔。系只金发正势都未睇到，我都。又系呢个美丽在线啊！呢只粉红色袖。三号。罗富全一个好斗志嘅应该吓，嗱呢只七号仔金发啦，呢只红帽仔，黄色红黄帽仔七号金发正势，有后劲嗰只马，从未落地噶，跑三次三次有钱收噶。九号咧就系、是、潘顿嘅弃骑嚟嘅，但系成绩好好嘅，升班就嚟跑得百二十磅。本来潘顿可以骑呢只噶，佢就冇骑，骑咗只七号、四号尾诶线路之星就最叻第三，上次第五，四点五倍上第五，咁呢次
跑好少少入位唔出奇嗰只田泰安，但系今日田泰安啱啱嗰场跑，沿途向后望，沿即系表示咩啫？表示你好操行好好啊，好顾及别人啊！你喺前边嚟噶嘛？你向前跑就得噶啦，人哋会避你噶嘛？我真系有时真系唔明白佢哋喺度做紧乜。建快联盟嗰啲好耐都未上过名啦，二号仔。睇只爆仔先，川河冠军系 Jenny 姐啲正选嚟嘅爆仔。冇得睇。而家着咗红灯啦，呢只爆仔啦，呢只黄色衫，黄色衫有个咩色啊？啡色嘅星星喺袖嗰度，入咗闸啦。见到就川河冠区都入闸噶啦，之后闸丰明区都有入闸，睇下出闸点啦。呢只线路之星，因为过往出闸都唔系太好嘅，有时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啦。法场赛事三班千四，好你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大外档系嗰只厉害了啊！中间金发盛世都快啊，响佢入边美丽在线都不敢怠慢啊！内栏黄衫第四位系东方飞影啊，再边嘅第五位善全万里，第六位咧黄衫啡色帽嗰只系川河冠区啊，后边四匹马疾风名区紫色衫有少少抢后啊，内栏咧啱啱过咗佢咧，进至尾四嘅位置系领头先驱啊，后边两匹马啦，健快联盟啦，暂时殿后嗰匹咧就是线路之星嚟。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前面放头嘅马咧系嗰只厉害了啊，尤为气威心摆前面走啊。第二位系嗰只美丽在线啊，咁再见到第三啦，东方飞影啦，第四位红帽嗰匹系金发盛世啊，第五位埋边啡色帽黄衫川河冠居出边南安州，仲有善全万里，后边四只领头先驱紫色衫系疾风名区啊，尾二健快联盟啦，包咗落尾嘅马咧系线路之星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整弯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仲系厉害了，占先一个身位到啦，美丽在。外线又开始追佢，响外边金发盛世亦都上紧嚟，大约第四位埋边位置咧，仲有东方飞影啦，后多层啊，川河冠区啊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啦，厉害了占先啊，美丽在线咧就拍住佢两只马一齐斗紧，外边金发盛世亦都追紧上嚟，埋边位置仲有东方飞影啊，最后五十米美丽在线占先，埋边上紧嚟嘅马有呢只东方飞影，外边金发盛世接近中啲美丽在线赢啊，跑第二名，外边系金发，系啊，俾阿三阿仔赢咗添。有 Q 收就冇 Win 收。厉害了输少少啊！厉害了有冇份第三啊？好似东方飞影影先啲喎，好似系啊。系咪七三啊？而家跑三七出嚟都好啦吓。上次問完話之後，今次好醒神喎，一出嚟啊，無論走位啊，都係不相伯仲啦。呢一七號、三號兩隻。莫雷拉啊，問話咗之後，咁咪幾好。三號、七號。好似九号影赢咗只六号仔喎，啊冲出嚟嘅时候呢只七号仔金发盛世喺呢度啊，跟住咧只莫雷拉呢只走上嚟攞咗条栏，咁啊潘顿唯有喺第三碟嗰度经营啦，咁只六号仔咧就厉害了，气威心单骑放领，咁啊莫雷拉都。知道不可以落后得太远啊，跟近啲嘅已经，明显比上一次咧，佢跑第七嗰阵时候咧，明显系积极嘅呢只马。咁啊，而家差唔多转弯嘅时候咧，呢个粉红色袖嘅美丽在线已经吊住呢只六号仔啦，但六号仔都好银喎，翻到嚟都有个第四名喎。咁啊，转弯嘅时候都系六号仔，都系希威森带头。莫雷拉第二转正啦，咁啊呢只红黄帽嘅潘顿而家冲上嚟啦，七号，咁啊七三六九喺度斗啦，七三六九喺度斗，
四隻馬好，即係跑直線啊！四隻馬都嚇，嗰只東方飛影幾犀利啊！啲咁嘅加嚟啊！呢只，我都唔知邊只啊，都唔知六定九贏啊！啫，三七就收 Q 啦，但係冇派彩喎。五十几蚊 Q。